北师专今天举行创校76周年和改制11周年校庆，由校长叶霞迪女士主持。叶校长首先训勉同学，国民心理建设的责任在中小学教师，希望同学们好好担负起这份艰巨的任务。教育部次长朱慧森，救国团总团部执行长宋时贤，师大教育学院院长孙邦正等也先后在会中致辞。